Recording in progress. There was one, however, for the capability to Yes, as I was saying. Okay, okay. I was supposed to take one, just one. Just one. One, yeah, let's go. I think it's better. Okay. One minute. I think.
请大家稍等一下，我们很快就开始本节的会议。我们现在需要将现场的视频接进来。感谢大家的耐心。列车马上就要启动了，请大家赶紧上车。欢迎大家来到本节会议。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这一节是有意义的接入网政策网络会议。这是去年以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在过去十二个月我们做了哪些工作。有意义的接入的概念呢，是当人们在上网的时候呢，也没有正确的使用，或者用自己的作为消费者来使用。有意义的接入呢，就是呢把互联网呢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我们这届会议呢邀请了很多专家，我们有意义的接入政策网络这个议题呢，也在很多其他场会议上讨论了。希望跟大家介绍一下在2011年我们工作所产生的反响，以及我们的未来工作计划。这些呢都是在各个会场加以讨论的。我们有三个主题领域，第一个呢就是链接或者互联互通，这是今天上午大家也就非洲的互联互通的议题展开了讨论。第二个主题领域呢就是数字包容性，对我们来讲呢也涉及到链接的问题，就是可及性、多语言、基础设施和商业模式应当基于当地的需求和资源。
第三个支柱呢，就是能力发展，其中包括技术技能的培训。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专家来就此展开讨论。我是马颂，我是政策网络的联席主席。我的同事 Sonia 她在线，她是另外一个联席主席 Daphne， 她帮助我们做这项工作。她工作过于繁忙以至于累病了，所以今天不能出席会，希望她能够很快康复。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播放一个视频，因为有一个专家不能够到现场，这也是件好事儿啊，所以请大家先看视频。能不能打开视频？这是 Vint Cerf 先生，视频能播放吗？没有声音。不好意思，议员听不到视频的声音。非常抱歉，这个视频的声音都是杂音，没有办法进行翻译。我认为我们要共同合作来确保互联网是更加的安全的。这的确需要国际合作，我们有机制，但是呢，这样的机制行动比较缓慢，在线的环境下，行动缓慢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提升各国展开合作的能力，特别是对各国家的私营部门能够展开合作，使互联网成为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安全上网的一个场所，为此呢，我们要投入资源。因此，还有在 IGF 会议上，在本次亚德斯亚贝巴的会议，我们有很多议题要讨论。本次会议上呢，我们也会讨论问责制、数字的可及性。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大家好，我是 Ventsurf， 我是视频突然中断了。我想说，在过去几天出席 IGF 的会议呢，我看到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更加安全的互联网。那想要做到这一点，
如何在大规模大范围内实现这一点就是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实现为每个上网的人都能够享受一个安全的互联网。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方法做到这一点。我希望本周呢，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想法，一些解决方案。好，两位发言人对此已经达成了一致。Sonia， 我们现在是不是请在线的嘉宾发言？我在这里，大家好，能听到我吗？我是 Roberto 和 Giacomo， 能听到我吗？太好了，欢迎大家出席本次有意义的接入政策网络会议。我特别开心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和同事参与本次会议，此外还有在线这么多的参与者。我很感谢你们对这个议题感兴趣，而且你们对我们这个网络的使命也感兴趣，非常感谢你们的出席。我把话筒交给现场的主持人，我在线上支持本次会议。所有的发言人都到线上或者到现场了。Sophie 你好，我们已经准备好，你们在任何时候，我们在线的嘉宾都会加入讨论。谢谢 Sonia。 简单的介绍一下嘉宾。首先呢是 Sophie， 因为她需要很快去另外一个会场，其实不需要介绍她，因为大家对她比较熟悉了。在我左侧，这是您进来之前给我的文本，我自我介绍吧。如果你们呢不认识我的话，我是Hara Shabu， 的 CEO， 这是一个在埃塞俄比亚的流媒体的平台，也在其他非洲国家提供服务。我来自私营的部门和工商部门，互联网的安全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这个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很高兴有机会出席本次会。我是莫然东谷。之外呢，我们在还有Onika Bakaka 也在现场支持我们。在线上呢，我们有 Sophie Martins， 他来自 ITU， 能现在给我们示意一下。好的，看到您了。还有 Chris Ayaki。 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对话了。我们介绍了我们面临的挑战，从多例相关方代表的专家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带了不同的选区，所以对所有人都很重要，要确保对所有人而言呢，互联网都是安全的。联合国秘书长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过这一点。还有全球数字契约作为 IGF， 我们也需要为此做出贡献。在前面我们做了说明，政策网络的工作是找到使用的案例，在不同的社群当中找到使用的案例。差不多两天之前，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发现新的使用的案例，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可以重复在其他地方加以实施。今天早上我们发布了 ICANN 呢对于数字非洲的一个倡议。
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可以从这里出发。那么我们看到政策论坛在快结束的时候，在接下来的几天可能会找到相应的案例。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些案例。对所有演讲嘉宾的问题是，基于这些经验而这些问题呢也进入到了我们的视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为什么这些案例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有意义的接入这个问题的。那第二轮的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项工作进行复制，如何能把它在其他的非洲国家进行复制。那我先请 Sophia 来发言。 Sophie Maddens 来自于国际电联，欢迎你。大家好，我非常荣幸加入今天的探讨。我们并没有为这个我们并没有就这个数字平台的流量路由的路径规划平台做出贡献。那么我们是一直致力于互联互通性的服务，那这就包括数字开发这个计算机化的频率管理监控系统。作为监管者来讲，我觉得要达到普遍的可负担的接入互联网是一个有意义的可持续的数字转型的目标。那这样呢能让所有的在线的人呢感到安全。我们要认定各种数字发展的趋势，通过我们的产品平台，同时呢还有数码监管系统。那么我们需要的是数据以此为基础呢来进行治理，还有相应的标准，以及我们自己的建模工具。大家知道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这个专家组相关的问题呢就是采纳或者互联互通性以及这个互联网的接入，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政府促进经济和技术环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数字化的社会和经济都会由此受益，而我们在工作中要遵循一些原则以使其可持续。我想再讲两句关于数字监管，我想只讲聚焦于一个方面。由于我们在数字转型过程当中，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我们所有的多利益相关方人士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各方各面的人对我们的这项工作对我们都是有影响的。我们都需要利用数字转型来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可负担的接入，同时呢还要保持
这个心智的开放，而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都是我们共同所信任的一种方法。当然呢，我们有一系列的程序来促进这些合作，而这些合作也是跨领域跨利益相关方的，这对于政策的制定非常的关键，所以这就是我给大家提交的要素，衡量的标准工具，监管工具，以及秘书处的测试，是我们实现这个互联互通性的重要的工作。流程和工具必须要适应动态的创新和技术发展。基础的这个强制规章也是必须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有足够的技巧和智慧来创造一个让我们可以实现目标的环境，吸引投资。那我希望呢，我可以在第二轮也可以参加会议，应该是20分钟之后开始，但是我今天能在这里就感到很荣幸了，谢谢。如果您想发言，请示意我们，我们会让您发言的。接下来 Kavlos 您在吗？好，大家好， Kavlos， 在请你发言之前，请不要看这个 Sophie 所做的这个，因为他之后就可能不会参会了，所以请您遵守这个5分钟的发言时间的限制。好，谢谢，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这个作为一个全球政策网络的这个一个嘉宾，我很高兴呢。去年我们进行了这个案例研究，我只是非常支持大家的工作，因为很多的人都参与到这个社群的工作当中来，所以这是我们所提交的所有的案例的贡献。 Sophie 刚才也说了接入互联网的意义重大，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沟通，而这种沟通的需要还没有由互联网实现，因为有语言的障碍。另外交流的流程大家也有关系，有的时候大家觉得不安全，我们觉得应该是确保安全性，让人放心的能够接入互联网，这也是有意义的接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正在和本地的社群但是这些方式呢有可能会损害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文化等等，而很多人是不希望生活在风险当中的。那我想举一个例子，其实这也显示在报告当中，在印度有一个地方，那么是有这样一个网站，是允许他们使用本地的一种文本方式来进行交流的。那实际上这样的一种网上的自治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就是社群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可以实现的一些成绩。那
另外呢，有的时候社群需要多加思考，才能够促成这样的自治。社群网络，全世界各地的社群网络都在证明这一点。那就说到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如果这个商业互联网没有覆盖这些需求，那么人们就不会在此聚集，就不会汇聚努力、资源、时间来创造这些代替的制品。另外就是世界的团结，在墨西哥的环境中，那这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而且也不能够进行把这个成功的成果进行一个复制，而这对于社群的发展是如此的重要。我们看到在非洲各个国家，比如说尼日利亚、南非都是这样，对，非常有用。那有些事情呢，是所有的世界不同的社群都是有着共同的特性的。我们需要把多利益相关的模式带入到那些社区，然后与当地本地的这个境况相结合，把他们的需求结合进来，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层级，这就是我们巩固成果的三个不同的层级。谢谢，我同意你的想法，你举了很多的例子，而且很多的这个内容呢是很有启发，让我们很惊奇的。你也提到卡洛斯在社群网络的问题，我想下一位发言人可能也能在这个话题上面发表一些意见。好，谢谢。我认为对于有意义的接入，另一方面也很重要，也就是说你要找到这个正确的利益相关方，比如说电信行业，要与更多的、更直接的与数字经济部来进行接触。然后呢这个在使用财政部的职责来制定普遍的接入政策。那这个我们就要考虑成本，那到底一个GB 的流量，假如说是五块钱美元，那么要考虑这个村庄的人的一天的平均收入是多少。如果成本太高了，那我们就要考虑这个税务呀等等方面的问题。这样有意义的接入才能够存在。我举的这个例子只是其中之一。那有的时候呢，一个村庄有300多个人，你会有一个健康中心，会有小学，也许10公里之外有一个中学、高中，那么有的时候这都需要我们考虑成本。社群可以聚在一起，跟公民社会一道来解决问题，也许就可以把成本降下来，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一种模式。另外呢，还有线缆的接入，我们只有一根由欧洲通向欧洲的这样一个线缆，所以通过这样的海底的电缆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去实现互联
宽带的互联和这个移动数据，尤其是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问题。那么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讲到了，我们需要去通过独立相关方的形式那么这也是 IGF 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宗旨。那么只有通过独立相关方的形式呢，我们使所有的这些这个行为人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工作，才能够实现成功。好的，非常感谢。那么您给我们的反馈呢也是非常的令人深思。那么我们关于连接性的这个问题，刚才您应该讲到我们是需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这个连接性的问题和这个包容性和能力建设。那么关于能力建设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关于这个能力建设这方面的一些体验呢，在这个报告中有什么内容关于这个能力建设的话。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参加今天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Prada。 那么 Prada 是在过去的三年中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项目。那么 Prada 呢是欧盟委员会和非盟委员会和这个国际电信联盟共同合作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是有三项工作。那么第一点呢是解决非洲的这个宽带需求和供给的各个方面的问题。那么这是由ITU 国际电信联盟所实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将这个 ICT 和通讯的政策法律和监管的框架能够进行一个融合和协调。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因为在非洲是有55个国家，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这个政策和监管的协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对于这个IG 的这个结构和这个各个流程。那么这是我们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那么对于我们所做的具体工作呢，在18年呢，非盟关于互联网的治理和这个非洲的数字经济呢是发布了一个宣言。那么我们所考虑的问题呢，并不是在这个区域的我们考虑的是区域的问题和国际的问题。那么尤其是对于这个非洲的利益相关方，我们需要去在国家和区域以及整个大洲非洲大陆的层面上进行参与，来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声音。那么所以我们是关于这个可互用的开放的可及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这个共同的愿景，希望能够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这个共同的互联网。那么在国家区域和整个大洲的层面上能够实现这一点。那么在国家的层面上和区域的方面呢，我们是提供了很多的一些互联网治理的支持。那么我们在各个层面上在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还有包括互联网的治理，那么以及 IG 的问题，也就是互联网治理的问题。那么所以呢，我们所建立的这个策略呢，是在2018年呢，我们是识别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是这个程序，第二个是能力建设。那么这里呢，我们讲的是 Prada 是关于能力建设的一个问题。那么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呢，我们是发现呢，我们是需要去建立能力建设。那么我们需要去这个建立这关于这个互联网治理的课程。我们是有7个模块。那么我们是通过这7个模块来解决互联网治理的相关的全球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层面上呢，也是希望能够采取一些措施来确保我们能够是这五天之内呢就能够去完成这个课程，而且呢在线上也可以完成这个课程。那么我们是选择了17个国家。那么我们是考虑了55个非盟的成员国。那么我们选择了这个有其中呢是有23个国家呢是没有互联网治理，也就是 IG 的这个框架的。所以呢我们是选择了17个成员国。所以呢我们是选择了这17个这个成员国之后呢，还有3个成员国还没有完成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应该到2023年之后，我们会将这3个国家也能够纳入到我们的 Prada 项目中，也到明年的6月份。那么我们是有不同的语言，包括葡语、英语、法语，
和西班牙语。那么我们在这个非洲的中非的这个物联网治理这方面呢，我们从这个不同的国家呢在进行相关的工作，从这个一月份一直工作到这个现在。那么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去确保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被纳入到我们的项目中。那么我们是使用了当地的企业，我们是希望能够去促进这个本地的人对于互联网治理的理解。我们是这个聘请了很多的一些这个专家进行培训。那么我们是关于这个 ICT 的这个我们信息和通讯部，我们让信息通讯部也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确保政府的参与，来帮助我们去建立能力建设，建立一个多利相关方的环境。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这个开展了29场的培训，那么是希望能够去培训，总共是培训了1466位参与者。那么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张幻灯片。那么这张幻灯片呢是告诉我们在性别这方面的一些成果。那么我们性别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是在进行培训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确保我们这个在男性和女性呢不只是这个百分之五十对50%，而是我们有更多的女性，有超过50%的这个学员都是女性。我们来确保呢，我们有更多的女性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课程的培训中，使我们的这个社会更加的有韧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整个非洲的这个层面上能够去做相关的一些工作，然后呢，在下面呢是在区域的层面上进行实施。那么很多人呢是没有使用电脑，所以呢我们在通过政府或者说是这个国家的召集者，确保呢我们是有足够的一些设备，电脑的设备。那么所以呢这是一个多利相关方的模型，那么可以帮助我们去确保呢这是有些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这个障碍，我们需要去进行解决。我们可以去使用你在本地去利用你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按你的自己的速度去这个学习的课程。那么我们有百分之五十的这个性别平等。那么我们就关心这个青年人的，那么青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也和这个非洲的一些大学来进行合作，来确保呢我们的课程呢是能够放到大学的课程中，那么可以使这个大学能够去接纳我们的课程。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好的，非常感谢Marcus。 那么你也是非常的守时。那么关于能力建设这方面呢，我想问一下大家，还有谁想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数字非洲的具体的案例？那么有些是什么样的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去建设数字非洲？那么有请Onika。那么您在能力建设和包容性这方面呢，实际上都是有所经验的。好的，非常感谢。那么我感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去讲一讲。那么刚才呢大家也都说得很清楚了，一些方面的这个像性别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也不多讲了。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一些案例，包括在能力建设这方面呢，我们是如何去促进数据的包容性，数字的包容性的。那么非常重要的一点呢，是我们需要去确保数字空间不会重复现实世界所存在的性别不平等。我们需要确保呢性别平等得到保护，在数字空间也是如此。那么所以我们需要去非常的刻意的确保我们在数字空间中呢是能够包容女性的。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非常重要的目标。那么需要去建立相关的一些指标。那么我们也是建立了这个性别主流化，在这个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政策制定方面实现性别主流化。那么确保呢我们的这个政策制定者能够得到相关的培训，来帮助我们去进行政策制定的通信和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政策制定的性别主流化。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性别呢我们需要在
政策制定的时候呢，尤其是在这个信息和技术通信技术的政策制定的时候呢得到反映。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在这个 ICT 啊，就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性别主流化方面呢，我们也是在加纳召开了一个非洲女性峰会。那么我们是在那次峰会呢是讨论了技术相关的一些问题，技术和政策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也是讨论了技术和这个政策的性别鸿沟。那么我们讨论了像我们是在这个西非和中非和东非和南非都是培训了相关的政策制定者。那么在塞内加尔呢，我们是有两个例子。那么我在他们所制定政策的时候呢也是实现了性别的主流化。那么在塞内加尔呢有3%，他们的这个目标是在这个尤其农村的女性呢是要实现这个电子商务实现33%的女性参与者。那么在贝宁呢，在他们的这个一般性的服务和互联网的普遍性和这个接入政策这方面呢是要确保性别的主流化。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呢很难去有具体的一些指标来确保这个女性是如何去能够更好的上网，更好的有网络接入。那么在东非呢，我们是有两个具体的这个国家。那么在乌干达呢，他们是进行了立法，那么他们进行了一个这个性别的数据研究的项目。他们在培训之后呢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这是因为如果原数据呢是并没有去区分的，所以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区分来去了解那么你这个数据是反映了女性和男性的这个比例是什么，是怎样的，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制定政策和措施来解决在数据方面所存在的性别的不平等。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个项目是乌干达是建立了相关的一些目标，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在互联网的普及性和连接性方面提高性别的平等。那么尤其是说给那些数字的数码设备呢能够提供一些这个一些资助，一些这个补贴。那么比如说在加纳呢在他们所使用的一个工具呢就是希望能够去使性别主流化。那么对于女性和女孩能够有一些技能的这个技能的培养，那么连接性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样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解决供给面解决需求面的一些问题。这是因为呢我们的需求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可负担性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缺少技能这方面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和包括安全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在我们的现场空间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普遍性和这个可及性。那么所以呢总结一下，那么我们是使用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呢，也就是 USF 的一个项目呢，是我们能够更好的弥合数据的性别鸿沟。那么我们是在这方面，尤其是在需求面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技能的这个短缺和这个像技能和设备的这个短缺，所以这是我们在需求面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些咨询，那么我们需要去确保我们在进行这个政策这个评议的时候呢必须要有女性参与。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实施相关的一些干预措施，来更好的这个更直接的去改善女性的处境。那么所以呢如果是没有女性的参与的话，那么你怎么去制定政策去改善女性的处境呢，对吧？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女性去参与。那么有任何的这个政策的制定的流程的话请告诉女性。那么如果没有女性的到来的话，那么是因为交通或者是安全或者是别的一些问题呢，那么无论如何的话我们会需要去提前的去沟通去帮助女性更多的去参与政策的制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去拥抱新的一些这个技术的网络和技术的会议和社群的会议。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找到一些财务的模型，尤其是包括
利用现在的一些，比如像这个，补贴，像电子产品的补贴，帮助女性去更多的去使用电子产品。好的，非常感谢。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想有请Warren Fairley 来自于 ICON 跟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数字非洲的这个项目，这是一个能力建设的项目。好的，有请 Warren。大家好，我是来自 ICON 的。那非洲的这个数字联盟，它不仅仅是一个 ICON 的项目， ICON 有许多的合作伙伴，它包括 ITU。 另外在这个全球联盟呢，我们把它叫做数字非洲联盟，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其他不同的项目，还有许多的项目，他们都涉及能力培养的活动，特别是支持我们正在规划的为非洲提供支援的这些工作。我们都知道在非洲呢，某些国家仍然面临着许多的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帮助他们构建一个更加强大的服务和更好的系统。那你们已经找到了十个国家吗？是的，我们现在已经选取了十个国家，我们尝试与这些国家进行合作并且了解他们的具体的情况。是的，我们选取了十个国家，的确我们还要找其他的国家能够参与进来，还有我们还想请三个国家能够参与进来，比如说让这三个国家加入 PRIDA。 Margaret 刚刚也告诉我们了，的确在这方面，这工作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将会有十个国家，我们将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支持。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关系呢？因为许多年来 ICON 和其他的成员都一直在做一些具体的能力建设的工作和提供支持，这是一种成就，因为我们培养了技术人员，但这些人员他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组织中继续工作，而且他们也需要做其他的业务，因此我们非常理解，我们需要有一个更为完整的这种方案来帮助他们来构建一个技术能力和技术观念，培训他们，帮助他们发展业务。然后呢，这些人呢还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市场营销，当然了，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机会，并且成为他们的额外合作伙伴。 ICON 非常关注能力培养、技术培养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有其他的合作伙伴与我们一起来提供不同领域的这个研究、市场营销、制定战略，比如说在印度就是如此。当然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方案，我们正在规划与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在本地的层面上加强合作，这是一个治理的一个决定，而且每个国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在 ICON、 ITUD 还有其他的一些合作伙伴都，我们并不是说要一个国家进来然后告诉他们该怎么去做，我们是采用一种工具包的形式，提供经验、提供知识、提供我们的这些资源给到这些非洲的国家，帮助他们构建自己的战略。非常感谢 Lauren，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愿性的项目。那么我们有一周的时间可以同 ICON 进行交流，非常感谢 Lauren 的介绍。那么现在时间也过得很快哦，我们还想请 Tulio 给我们说两分钟。 Roberto， 您曾经呢
参与过专家网络专家组的成员，那么也参加过之前休会期间的工作，那么您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Roberto 发言。是的，非常感谢协调员。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新的休会期间的会议模式，那么这种形式呢，特别是这个最佳实践的论坛，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是取决于3年前我们确定的一个意愿，我想说这个目标呢，它能够使得我们获得更好的经验，而且能够把这些经验传播到全球各地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社群和其他的利益攸关方，使得他们能够学习这些经验。在过去一年间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工作，非常优秀的进展。那如果我们能够继续的推行这样的政策网络，每年我们都会有更多的进展。那么也许到不久之后呢， MAG 的决定就能够最终形成了。我们希望这个网络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使得大家能够继续进行探讨辩论，并且有意的参与进来。对于接下来一年一些我们需要重要的我们需要做的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继续这种工作，把它推广开来。非常感谢 Roberto 刚才的发言。那么 Julio， 我知道在您离开我们之前呢，我们想请您做一些有关国家政府政策的以及这个补助和激励机制的这些重要的话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知道如果您没有准备好的话，也没关系，就是随便聊一下吧。非常感谢 Julio 发言。对于巴西来说，应对数字鸿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的监管人一直都在做着非常棒的工作，来实现互联网的普遍接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们还有5分钟就要结会了。另外一结会呢，是在 Banquet Hall B 这个会议室中，我们将会与社群网络进行一个交流。那么这些人员呢，都是人权的促进者。那么在巴西，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我们怎样确保大家能够有意的进行接入，不仅仅包括提供架构，同时还需要提供一些机会，使得这一些连接上网的这一代人，他们能够有更好的连接权，使得他们能够有意义的参与进来。这是我们的重要工作之核心，来确保这个政策网络正在推进。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呢，就是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 IGF， 这是在非洲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会议。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地区数字鸿沟是一个工作主题。我们也要借此机会同专家组成员进行交流，向他们提出问题，并且向他们介绍2021年的 UNCTAD 的数字经济报告，来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数字鸿沟的问题。我们要把发展中国家放在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因为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向他们提供原数据资料。还有一个我们非常关注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如何避免这种数字访问，而不是说要，因为我们要有这样一个 GIG 的经济，而我们要促进人权，促进 SDG，
来保护人权，保护人类的尊严。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要跳出这个整个框架来确定一个模型，因为我们在非洲地区，在亚的斯亚贝巴，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一块我们要特别探讨数字殖民和数字帝国主义，这对人权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感谢 Tulio。 那么如果这个报告准备好了的话，写好了的话，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查看一下，看看巴西政府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非常感谢。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是有关数字兼容、数字包容。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的这几个主要话题呢，数字包容里面就谈及了很多的障碍。那么这涉及就是我们要提供当地语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使得当地的人民能够看到更有意义的网络内容，并且获得更有意义的服务，而不是把他们转变成为其他的类型的这种消费者或者是数字公民。因此呢，在这方面我们有几个例子，那么其中一个例子来自 Chris， 他将会给我们介绍。谢谢 Jackmo， 非常感谢大家。你是想分享你的这个幻灯片是吗？是的。你知道数字化它涉及的一个部分呢，就是本地的这个媒体。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就是 ADS for News， 我们就是主要是应对这个话题的，从而来确保本地媒体能够参与到数字化这个领域中来。是的，谢谢 Jack 我刚刚所做的介绍。大家好，我是 Chris 和 Jackie。 那么我的工作就是 Ads for News， 也 Ads for News 的工作呢，就是支持本地的新闻，来促进他们进行推动本地的新闻的发展。那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条件。首先问题在哪里？在数字广告的开销过程中呢，本地新闻被去除了，从而导致本地的社群没有办法获得优质的新闻或者是与文化相关的信息。我们每次都会听到这样和那样的有关涉及这个问题的信息，好像本地的新闻是这些数字广告的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一样，因为他们好像没有办法给到这些广告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者是利润。但是我想说，数字广告的这个市场呢是非常巨大的。那2022年这个数字是5600亿美元，而且每年都在以 15% 的这个速率在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确保阅读以及注册的以及具体的内容能够得到多样化的发展，并且让数字出版商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些动态的信息。第一个动态信息呢，就是品牌和各种机构都在寻找一些能够保护品牌广告的这样一些社交媒体的方式。那么在这个《金融时报》就有这篇文章专门介绍这一点。第二个动态因素呢，就是各个品牌他们正在做一些非常具有社会负责任的这样一些购买决策，使得这些决策被纳入到他们的供应链中，从而
将这些信息提供给媒体。那么这也是全球品牌所关注的一些战略。那么 As for News 它到底要怎么去做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支持这些本地的新闻，来使得他们能够在网站上获得更多的利润。我们有35个市场，而且积极的做研究，在12个市场做积极的研究。我们希望到2023年底的时候能够进入全球60个市场。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识别并找到需求方，这些品牌方他们希望看到有价值的内容，然后基于伦理去购买广告，投放广告。最后一点呢，就是那些发布虚假和错误信息的网站应当从那些平台把广告收入削减掉。在这儿我们可以说最重要的是有关包容性。我们希望尽可能接触到负责任的新闻渠道。很容易的，我们可以找到那些赢得大奖的新闻的渠道，像 Rappler， 也很容易去识别那些行为不端的新闻网站。但是我们很难去找到那些可能只有几个记者，但是呢他们给社群提供了有价值的新闻内容。我们可想让全球性的品牌投向这样的新闻的渠道，因为他们接触不到这些全球性的品牌。所以实际上它就像是一个漏斗，但是这个方向放错了，请你加快一下速度。好的，整个的过程是这样的。这只是一个例子，在印尼我们有20000个网站，然后通过分析和算法，然后我们呢先简化到1200家，然后受信任的新闻网站我们认为有650家的网站。这些呢我们可以交给那个广告商，让他们在这些新闻网站投入广告。非常感谢。我随后会问你一些相关的问题。好，我把话筒交给最后一位发言人。他也有类似的经历，因为我们在这讨论的是媒体。的确，首先呢，我想说，我们有一个性别非常均衡的专家组。我想评论一下前面嘉宾所讲的，并且讨论了一下负责任的包容性的内容。我们所做的就是推出当地原创本地语言的内容。在2015年我们想建一个平台，让人们呢可以以当地的平台让全球的人都去看到。我们也用本土的语言，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本地的文化也展现到其他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呢也可以货币化。我们碰到的一个困难就是如何获得数据。就我们知道来自私营部门的同行都很了解这一个问题。数据呢就是
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要提供的内容是人们可以评价的方式或者免费的方式去访问。但是呢，如果没有可用的数据，就很困难。我想回到性别平衡这个问题，当我们在讨论互联网包容性和可及性的时候，我们呢要涵盖两个性别，因为 50% 的人类是女性，而且很多的女性呢，她们是在家工作，她们要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去访问信息，来获取信息。下一点呢，就是如何可以让上网的人他们看到的内容是跟他相关的。我们要认识到很多公司进入到非洲，在过去4-5年呢，大的流媒体的公司进入了非洲市场，因为他们觉得下一个大市场就是非洲，这是一个巨大的大洲，有很多的受众，而且中产的阶层的人群在迅速的扩大。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把重点呢放在本土的生成的内容，因为同时呢要提供本体语言的内容。所以我们的工作想要确保语言文化得到了尊重，同时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呢也可以加上翻译，这样的话呢加上字幕，可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并且去欣赏。但是我们碰到了很多财务上的困难，比如说在制作的费用啊非常有限，但通过对内容进行货币化，我们可以持续的讲述我们的故事，而不是依赖于一个很大的机构，他会下命令下指令说我们只能做什么的内容。所以我在这要强调本土的内容技术和媒体企业家希望跟我们合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办公室，我们跟草根阶层展开合作，不限制于西方视角西方观众的这样的内容。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涵盖到很多少数族群的需求。在埃塞俄比亚，我们有很多语言的内容，Guragi, Armenia。此外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做自动的翻译。比如说这样的内容呢可以在东非和西非也可以去推出，通过这样自动翻译的设备。我们也跟电信机构展开合作，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可以以廉价的方式获得一些数据，希望在未来这个平台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内容创造者，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货币化。看起来你们跟平台之间有很多的协同力，投资于本地的内容，并且支持本地的创造者。 Sonia， 你很长时间没有发言了，那你对于我们讨论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反应吗？请介绍一下，谢谢。现在在 Zoom 远程参与的人没有提问，我非常的高兴看到发言嘉宾跟我们分享的案例，能够看到他们所做的杰出的工作，在全球在不同的机构，从最草根的组织到私营部门都做了不同的工作。所以对我们推动数字包容性的那些人，我们的确认识到还有大量的工作，但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们一方面聆听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潜能，我现在不想说很多，我因为我知道时间飞逝，我还是非常热切的听想听到发言嘉宾分享他们的故事，分享他们的案例。我非常的感谢各位，所以我把话筒呢还是交给我们的专家 Carlos Afonso， 说了他想远程做一个发言，你可以随后跟他联系一下。好的，谢谢。那现在我们再回到现场，在我请嘉宾做第二轮的发言之前 ，Win， 请发言。我把这个耳机先摘下来，否则我要听到自己的声音。我想强调一点，我在不同的发言人听到了一个主题，很多人呢采取行动目的就是本地化。本地化不仅仅涉及到语言的问题，还是更重要的是本地的内容，对本地的人群相关的内容。在内罗毕，如果你要找一个修水管的人，那如果这个信息在纽约市发布的话是没有用的。所以本地化不仅仅是有关本地的语言，是有关本地的内容。这是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政策的可能性。在加拿大呢，有一些有关内容的法规，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一些娱乐的内容，对于那些非加拿大的在线的内容是受到限制的。所以我可以想象出有一些的做法，甚至对一些科技巨头一样的，他们也想把他们的内容推送到非洲。我们应当更多的去考虑在监管有什么样的选择，它一方面能够推动本地的内容，利用这些非常大的平台推出这样的内容。所以一方面呢，我很高兴看到大家很重视本地化，因为它可以让互联网在本地更加的有意义。非常感谢您分享的观点。我们还可以有时间再提几个问题。先从这边这位先生开始。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是Avanza， 我想代表一些小国，比如说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我想将小的国家的视角带进来。吉尔吉斯斯坦的人口呢是阿迪斯亚贝巴的一半，那创造本体的内容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有多重要。我们推出了一个数字技能的项目，得到了欧盟的支持。我们对我们现在发现教育的内容是非常欠缺的。我们呢需要有更多的材料，很多的教材转移成翻译成了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但是我们需要有老师去教给那些在乡村的儿童。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要使用 GSMA 的工具箱。我想问，像大的公司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产品是非常有
帮助的，但如果呢能够把这样的内容做得更能够容易转化成为本地的语言的话，就更有帮助了。好的，我假设这不是一个问题，这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这边的女士请提问。我的名字是我来自芬兰。我是得到了同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需要以这个税收减免的方式来支持 ISP 来换取带宽。那这其实是社群才是互联网最有意思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乡村地区开放互联网，那么尤其是最后一英里是最为重要的。也许我们可以用税收的工具来做到这一点。我想的问题是对于这种免费的带宽由 ISP 来提供给社区网络，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到的？好，谢谢。我想感谢所有的专家组成员，你们提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容，就是本地的环境。如果说我们的接入不考虑到本地的情况的话，那有意义的接入也就没有意义。那我们是不是也研究考虑到了设备以及设备的成本呢？大家如果看非洲的话，从农村的视角，其实大家是很难参与的。移动电话很昂贵，但是没有设备的话，想要获取有意义的信息也就不太容易。所以设备以及设备本身的成本，设备的接入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如果没有设备，你就没有办法接入互联网。谢谢。好，那边的先生，我叫 L， 我来自肯尼亚。我来自开放研究所。那我听到了我们很多由这个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做的工作，还有私营领域。那我想知道因为这个缔约方呢是不说我们的语言的，各位专家组的成员是不是知道我们需要把各个不同的团体聚合在一起，推出面向全球的一些原则或者政策或者公约，这是可以的吗？好，谢谢。我开始讲法语吧。感谢您的精彩演讲。我想回到性别的话题上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国际机构，比如说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其他的组织，比如说欧盟，我们已经应用了性别方面的概念的标准来应用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我的问题给专家组的是瓶颈是什么？阻碍是什么？要完成这个探讨存在哪些问题？我们要合作的话，瓶颈在哪儿？我们的建议要纳入到 IGF 17这当中有什么样的阻碍？特别是在科技方面。所以说我们的建议
对于行动计划、行动规划的这个建议。我们应该怎么样增加各个参与者之中的这种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敏感度，才能让这个行动规划更加的有效？好，谢谢。您形容了一下商业模式，是使用本地的境况，能不能讲一讲这和可负担性以及这个本地的能力是如何来为非洲服务的？好，谢谢你。我认为如果我们把社群的网络联系起来的话，我们就要发现在非洲有这么几个地方，刚才几位演讲嘉宾也说过了，会有这种很多不同的地方呢，他们的乡音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说话的口音也是不同的。我们在甘比亚有这样一个组织，它主要是来进行孵化的。我们有这种基于性别的暴力的研究，还有这个意识的推广的工作正在展开，而且是以不同的地方的语言的为妇女提供这样的警示信息。我们必须要更加的去进行适应，因为很多地方呢，他们的语言是法语、葡萄牙语、英语、阿拉伯语，是当地语言，受到了这些语言的影响。这跟东非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还记得几年之前谷歌想让我们做一种能够在线翻译Fulani 这种语言的工具，那我们需要研究十多种不同的方言，所以我想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好，非常感谢你。那我们的之前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副总干事也在这儿也说到了这个问题。那关于互联网上面的性别问题，他问到刚才是用法语问的，他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最重要的阻碍或者瓶颈在哪里。 Monica， 首先从我的经验来讲，这是一个与本地非常相关的紧密相连的一个工作，内容太多了。我想应该回到乡村的层面，大家应该知道在数字世界当中应该做什么。因为大家最终的都要在这个范围内工作，大家会看到年轻的女性要接入本地的内容，会接入内容，但是呢这些内容却不是他们解决社会经济所需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看乡村的具体的生活情境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在肯尼亚，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我们必须要把钱花在能够解决他们问题的地方，来解决他们的需求。这其实也涉及网络卫生，因为如果他们感到不安全的话，就不会去用，而且还不会让他们的孩子用。所以在乡村层面的数字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考虑进去。
这对我们确保合适的内容被显示出来是非常重要的。谢谢。好的。我想补充一下是关于可负担性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内容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我们的这个每个月的在内容上面的花费的增长大概是略高于 2%， 那所以这个数据还是非常贵的，基本上会占到上个月的研究显示会占到月收入的 40%-60%。 那么在线的针对妇女的暴力需要被解决，要确保他们不和网上的这些负面的信息联系起来，要保护这些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女童。对，其实要避免这个互联网成为一个不要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丛林，不安全。没错，就是这样。您想回答这个问题吗？好，我来接受这个挑战吧。可负担性，没错，就是这样的。哦 ，Chris， 那么可负担性真的是非常重要，我很理解这一点，是一个重要的标准。那人们获取设备的成本其实还依然是比较昂贵的，在非洲是这样的。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们对部分的非洲来讲，是不是能够允许我们给予我们一些并不是那么先进的设备技术来提供给我们的人民来用，或者说服务，能不能由当地的这个政府来提供这个大家最需要的技术和设备。那我谈内容的时候我想说这个教育、语言、图画、娱乐，还有儿童的内容，这是我们公司所提供的。我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其中也涉及到了性别和儿童权益的问题。那我们会有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个监测系统，并不是说触发这个系统警报系统的人会被禁言掉，但是呢会给一个警告。那内容呢也是可以下载的，在整个非洲地区都可以下载，这是可以访问的，大家可以进行下载，可以分享。对我们这样的公司做到这一点很困难，最终呢生产者和内容制作者需要找一种手段来创造并养家糊口，所以为他们提供数据的接入很重要。这个对于电信公司，在非洲的电信公司来说，他们赚的钱还是蛮多的，他们应该有这个能力能为这个完全没有接入数据、接入互联网的这些家庭做一些事情。如果他们还就是说这些家庭还存在的话，那我不知道在埃塞俄比亚它的这个收入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设计自己系统的方式是我们会花很多的钱来建设平台，这是一个投入，我们 不会收回。那我们会在整个这个区域当中来把这些内容变现。那当然我们也有免费的内容。最后呢创作者还是会得到薪水的，还会赚到钱的。但是呢通过这样一个机制呢，我们也可以为那些最需要的家庭提供一些免费的内容。
我希望这回答的问题。那么记者的视角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愿意提供可靠的信息吗？ Chris， 您想讲一讲吗？或者 Carlos？那么 Carlos 呢，是这里是有几个意见想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有请 Carlos。 那么我的一个评论呢，是关于用税来换宽带。那么我们都提到过，我们可以通过普遍连接性的基金来进行补贴宽带带宽。那么实际上这种方法呢并不能奏效。那么我们知道呢，有相关的一些立法和这个法规呢实际上都没有成功。那么我觉得呢，我们可以更为勇敢的去，比如说像 ITU 最近呢，他也提到了在很多的一些论坛上和研讨会上都提到了这一点。我们应该去扩大这个我们的运营商的网络，我们应该通过这个扩大运营商的网络来促进有意义的连接性。那么对于哪些这个语言说的比较多的，哪些用户比较多的地方，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不应该通过像税收的形式把新的这个运营商给排除出去。那么这是我的一个意见。那么对于那些非盈利的机构来说呢，也许他们并不是特别的关注盈利但是呢，我们应该去这个去扩大商业互联网的资源，使我们能够有更大的更为广泛的生态系统。那么在墨西哥，在肯尼亚，那么我们都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正在发生。那么所以呢，我也是这个鼓励政策制定者能够去借鉴。好的，我不知道这Carlos还在线吗？他好的，非常感谢Carlos呢已经下线了。好的，有请您再跟我们说几句，我们就结束了。那么我们看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看法。那么我想感谢各位嘉宾。那么这里呢，我是想在听一下大家的一些这个看法。那么我们这个会议呢也会产生一份报告，那么我们会提出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例和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和建议。好的，有请 Jacko。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这个可以去汇总一下大家的意见。那么首先呢，我是非常感谢邀请我能够来这里去听到大家的一些非常有用的有意义的政治拙见。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提出一些建议。那么一方面呢，是通过设计来降低价格。那么第二点呢，是本地生产。第三是补贴。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补贴的形式呢，比如说像一些运营商，我们比如说你要是去跟这个运营商签一个比较长的合约的话，那么他会免费送你一个手机，免费送给你一个设备。那么关于内容和这个语言呢，那么我了解到呢，谷歌公司在最近呢是进行了这个机器翻译的项目。那么如果我们建一个非常大的语言的模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去使用这样的一个语言的引擎去进行翻译。那么即便是我们没有针对某一种语言，比如说我们有170多种语言，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网络来做这样的机器翻译，有不同的方向。那么我们在进行这样的这个机器翻译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
有对于某一个语言对不需要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样本，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任何的语言对的翻译。那么这是谷歌的一个新的技术。那么这是我们所发现的，通过这样的形式呢，我们可以是去提高这个像比如说像这个广告的可负担性。那么我们可以使这些通过机器翻译呢，使我们的这个语言的沟通变得非常的廉价，可以降低我们的成本。那么使很多的内容呢，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负担得起，都能够看到。那么我觉得呢，就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的一个成果呢，是反映汇总大家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和建议。那么最终呢，把一些建议和意见呢提交给领导团队。那么我们需要把大家的一些真知灼见能够去汇总起来，帮助我们去解决相关问题，来提高互联网的可及性。所以我们在有些场合上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参与者，但是我们需要去主动的去解决问题，主动的去应对问题。好的，我们的确你说的非常的正确，那么非常感谢。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也就结束了。实际上我们已经超时了几分钟，那么我觉得这次的讨论呢是非常的有意义。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去做我们的一些这个工作。那么像谷歌公司，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本地的媒体的形式来去分发信息和内容？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给一些设备，电子设备来提供一些补贴？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国际的组织，政府间的组织。那么这也就是 IGF 论坛的重要性。那么 IGF 论坛呢形成了一个纽带，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把我们的声音传递到别的这个利益相关方去。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的工作，非常感谢大家在线上和线下的参与，谢谢大家。